哈哈，厉害了！我是该该叫，哎哎叫，刚才秘书你的卡声叫伊害对，鸟叮当。我是叫好阿个蛋蛋的厉害。哎，今天呢是这个，其实我们上次去高雄就拍一支像是不像 Vlog 的 Vlog 的 Vlog， 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今天呢，在我的生日前夕，我八月七号生日，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是这一支影片上了的当天。干话，不然怎么看得到？就对，所以今天是几号呢？今天是五号，我们要去垦丁两天一夜。然后原本天气是这样，天气预报是说，这几天都是下雨。对。我个人就不怎么这么觉得，果然今天真的是下雨了。不是啦，今天不是白天出大太阳，然后那个下午下雨了，那个雨涵来的路上，雨就从天上用倒了倒下来，好可怜哦。我还载着我的吉他啊，对，今天影片终于他的吉他会录进在我的那个 GoPro 里面。哎，你的吉他还没有录进在我的 GoPro 里面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好像是哎，所以 today 会那个。那今天呢，如果假如啦，肯定都一直下雨的话怎么办？我们的标题就会打下，为了吃一顿烧烤跑到肯丁去。因为，哎，我发现我去 Google 肯丁的烧烤并没有比嘉义贵耶。便宜。我们那一天去吃的影片还没上，那个影片知道吧？对，还没上，它会大概在下个礼拜才会上。我们去吃野翅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好像就说了那家很贵，它其实烧烤的价位平均都大概几百，400-500-600，对，大概都在这里。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去吃一颗不到400，吃到饱，真的吃到饱。对，那、啊、你上次吃到饱吃到吐，是差一点，我是跑去厕所吧。拉掉，我把它拉掉，然后就继续，好吧，就继续再吃，继续奋斗，对，排出来，是这样子，因为呢，那个我今天就还蛮喊哎、欸，那一天那个庆生，那个大学学弟还去我那边，然后突然在讲烤肉这件事。去年我毕业嘛，去年六月毕业，去年毕业的时候他有来我家，我们办了一个音乐人的烤肉趴，结果呢，他就体悟到，他那天听到啊，玉翰跟你去烤肉，他是玉翰烤还是你烤？是玉翰烤。他说被抓到，哎，对，我量很大。他说因为去年我都一直在喝酒，然后他是负责帮我烤的那个，好吧？那今天如果去垦丁的话呢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因为寿星的关系嘛，所以呢，今天呢还是一样。还是让我烤，对，好酸哦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要再挑啦，就因为垦丁大街跟烤烧烤，你去垦丁应该有几次了，对吧？有几次啊？那、啊、有吃过那个烧烤吗？没有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什么鸡排什么？所以都是在垦丁大街上买去饭店，对啊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因为我也去好多次了，我都去住那个，你都吃沙，我住最。对，因为我住最贵的夏都，它就是有一个私人的沙滩，然后就去普梭来讲，因为夏都太就是有一点价格，它五星级嘛，所以我们就没钱吃饭，可以不爽不爽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去吃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去，肯定大街都是去点，然后你说的什么鸡，就是买回去蹦点，不会等于就点家嘛。那今天我们就去那个吃烧烤，我们来看一下肯定它的那个好不好吃。因为那一天其实我，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我那天肉吃到有一点，当天有一点看到肉、欸，哎，反胃。阿丽嘞，我给腾刚也是去吃猪排，有吗？我来开玩笑。那一天我们吃，你们看到吃烧烤的影片出来的前一天，我们去吃那个，感谢雨涵，他去吃牛排。那因为我想说我为了。那个阿弥陀佛，所以改吃肉，所以我吃了简餐。我吃简餐，我想点啊，没有，我也没吃什么猪肉。吃鸡排？不，我吃鳕鱼。你吃鸡排吧？我吃鳕鱼，因为那一天我觉得想说养生一点，然后还是不小心吃了你妈妈的鸡。然后那个对那个麻什么麻椒麻鸡哦。你是说那个卡路鸡？对对对，你刚刚帮他打那个对卡路吉，可以找我业配，
业配会报你的名字有打折吗？他说没有，因为上个月约翰来欠我一顿，那个还没有还，顺便算在头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哎，要上高速上的前有一个那个一定要记得做，就是开窗户，要系安全带。什么？为啥要开窗户？这样才会被罚钱。哦，我真的被罚钱哎！你知道我的隔热纸啊不够暗，我已经贴快两一层半有了吧？还是我再把它凑？有人说为了不要被拍凑两层，我上个月被拍了一张，啥情况？不够黑啊，还在贴。我讲这个进户真正是哈，这个啥情况？你知道3000块，我们大概今天再加上住宿的预算，就可以去住下都了。3000块，可以换其他的鞋好几次。啊，今天影片对这一支影片看到玉翰的那个吉他了，他那一支可可波罗了，他一直叫我不要说那一支他买多少钱。对啊，可是我是潘娜，可是吉他你那一支本来就那么贵了、啊，你知道他那一支可可波罗几位数？5位数？5位数可以是一开头，也可以是9开头、啊。你说可以是几开头？1开头，对啊，也可以是9开头，对啊。他那差超多的，他那只在比较后末端架了，后面的中后吧，中后中后老师的我。他那一只吉他跟我那台 keyboard 一样，可是啊，这个时候我就有优势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那台可以打鼓，也可以弹吉他。我也可以打鼓啊。你可以拍那个木板，知道吗？蹦蹦蹦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从那个嘉义，我们从嘉义直接要出发，然后到垦丁，时间大概是几分钟啊？大概我看好像是两三个小时。掐指一算，大概多久？2个半小时。哎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那我们要去的景点呢？待会我们才要在车上一一的 Google， 一个景点都没有定，包括今天晚上的房间。没有，我真的没订啊！睡沙滩了，我们连帐篷都没买，好不好？睡车上了。再来，我们会有未来有机会要去五岭露营，就是带大家去看露营，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们一个疯子朋友，他说疯子，我说朋友，就是阿任学长、啊。阿任他的 IG 在这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次没有用电脑剪，所以应该不会附上阿任的 IG。他呢很帅哦，他跟他的大学朋友同学开空拍机的，然后两个人就去武岭找一个地方搭帐篷，然后在那里干嘛？烤肉，煮火锅。对，我说你哪来的肉？我问到很好笑的问题。割自己的肉。他们两个那么瘦，阿任他有点，阿任有肉了，可以割他的肉，是这样子的。他们说先去全联买，然后自己带锅子，还要带水。他说吃完还要洗一洗。我说哇，带2大桶去才够，还不够。幸好我这一台 Camry 算够大，我这一台大概可以带，我们可以再找两个人，我们可以找好几人份的那个。他们是那一台小小，他们好像是马三的样子，他开马三上去，然后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就是爱要及时，就是现在我此时想做什么事就要立刻去实践，所以我们也就不约而同。哎，我们确定要去垦丁是什么时候？你知道吗？是今天8月5号。起床后，真的哎、欸，老实讲，因为昨天晚上还在那边一拜一拜了。本来说下雨不要去了，因为我刚才看到太阳啊，老师你雨神，雨神同行，你才雨神。然后说阿任他家就到了，他家在隔壁，他今天可能又出去玩。他不在家。其实我们每次影片都会偷偷说一下他坏话，这代表这个人人缘好，人可以被人家拿出来说坏话。所以有被说坏话就是个人缘好的人。那希望大家来讲我坏话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准备上高速公路喽。这一间是一间蛮厉害的那个五楼在新亚庙。你看、啊、我们进来朝圣吧。这一间呢是那个在我去年有骑摩托车算要环岛，然后我在隔天就是回程的路上有经过这一间，然后就进来拜拜，因为它这一间天公五百五百比非常好。你看
好了，那遇到这一间财神庙，大概距离那个垦丁就没多久了哦，时间就大概剩几分钟，大概快满了。没多久啊，四十分钟，好久。都没多久，但是现在他已经现在海边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旁边那就是海，旁边有吧？那边啊那些海，啊，还有晚上的时间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赶快那个。其实一整路到现在，现在大概时间7:30了，我们还是没有订房间呐。对，我们连吃就只有先确定一件事，就是要吃哪一间的那个烧烤这样子。那我们就赶快准备睡路边，先前往吃饭，再来看要睡路边还是睡沙滩上，对不对 ？OK。好，我们发现了一件事，这一间土地公，刚刚那一间土地公庙旁边还有一间，有吗？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喵，走，我们先去看这间土地公有多帅。这间土地公好帅。Hello， 喵，你看。这个是他厉害在哪里？这样看不到。哇塞，江家超大尊有没有？这一。我们已经下第三次车，都是拜拜，而且厉害的是什么？江家。啊，这间才是正统的啦。我们刚刚两间好像都不是正统，因为我有听人家说是最成功的那间，就是很像永春叶问。刚刚那里是猫咪，这里是狗狗。永春叶问是正宗，还有分正宗不正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宗的土地公江江，他前面有一尊这个金架的啊。好，我们要来拜拜喽。江江垦丁之星炭烤 BBQ 到了。说真的，我们刚刚拜完三间庙，到这里的车程还要半个小时，超久了，超香。可是我刚刚一下车闻到那个烤肉味，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要不要的。明明上礼拜才刚吃那个烧烤而已。哦，你看，这里有一种就是垦丁味，有没有？很明显的是有一个垦丁的那种味道，虽然海其实还离我们还在一大段距离。哇哦！我找到我们的这一个了，你看，他还帮我很精心的准备这个摇，这是什么？摇啊，摇的。可是我老说有点小可惜，因为我们那天吃野吃的时候是真的吃到饱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人份，一人300块，然后这个是两人份，还有啊，他说有那个炒面红茶。就是喝对，所以我们这个要省省。我第一次吃那个烧烤是要省省的吃这些肉，看连土司也是不是？那我去找一下他的那个吃到饱的在哪里。真的要去找他，跟我说那些东西他会送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只要认真。哦，来了。烤肉的部分就是锅上这些料这样子，然后有面跟那个红茶，还有汤，等一下会帮你送。这三样是可以无限供应的。不够的话，就拿着空的面可以再送一个在上面。面可以再送。好，就是你们吃完之后把空的盘子拿到柜台，就可以再帮你炒一盘。虽然他会来两盘，还是没有，就是吃完拿到前面，我们再帮你炒。收到，感恩，没问题。好，现在开始烤肉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主厨呢，心情现在其实有一点点不美丽。我们这边是两立新闻台，请问你的吉他被大雨冲刷淋湿的心情是如何呢？我让我检查，然后比了个赞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你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下雨啊，下雨。然后他今天好不容易去把吉他放在那个中式朋友那边，然后他今天就是去他那边拿。然后原本心情带着保持着愉悦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就到一半的时候，滂沱大雨从天而降，所以刚刚确定是湿掉了。我刚刚他还想要我的手比较准去摸，我就觉得没有湿，可是又觉得好像又有湿，就要拿出来检查，湿了。所以现在呢，
还是我们把那个你那一个可可菠萝拿来这里烤面包。然后是有点失望，可是他说面可以吃到饱，所以我们等等吃了，最后才可以做一个总结的结论，就是说这样的烧烤值不值得？当当卡卡迪玛斯，谢谢我们的御汉主厨，我们可以开始用餐。记一下我们来第二道的菜品。第一道我真的太累了，吃光光。是来第二道。好，我们来吃一下那个，你先吃一下炒面，你先吃。你要炒的是什么？两个肉，米线块。炒面。我米线块怎么办？还行，还行。这一档不客气哦，来，所以还讲还讲。来，看嘞，热炒。哎，我觉得晚上看得到那种。星星，因为今天，所以今天下一整天的，下午到晚上，你看这个狗讲，你看了谁？刚录完的时候就没有，就不差跟差评。
那你干嘛要接二级啊？他呢还蛮优惠的，对，我每次出国，我出国到日本，我去大陆啊还是什么都是用 Booking 的地方。那待会来看今天用 Booking 的房间长怎么样。那我们今天那边有一个可以弹吉他的背景，很帅哦，我还精心 Booking 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到那个地方晚上要住哪里啊？就是第一次哦。结果不是一开始我以为是提前订会比较便宜，当天订怕都订了，就今天错了，偏相反，我前几天订变贵太贵，今天订变便宜。应该是下雨应该可以。对，整个现在是我们包场的情况，这边可以容纳几个人，这样就这里了。麻烦。结果现在只有什么？真的下雨。可是拜托老天爷，我们明天一早就起来开始玩，免得明天下午真的下雨，明天开始疯狂玩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前往下一站，看是要先去那个 check in， 还是要先去那个开心洗？走喽。鹅卵比的灯塔，然后啊，真的要这样护照对方。哎，这样照我会不会很亮？好，后面那一座是鹅卵比的灯塔，专业打光。对啊 ，GoPro 它拍不到晚上的。重点是，我们这个搞得好像那个深夜直播，就是呢，好亮，不是，好，那个很喘，真的会喘。现在老实说，来，现在我们到鹅卵比灯塔，我也是灯塔，整个上面只有几个人，两个人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刚刚去上完厕所啊，约翰说，我觉得这边气压有点重，我说你在说废话嘛，不然这边气压会比平地还那个嘛，当然一定会啦。好，那为什么就不说了？啊，你看，闪电刚好应该有拍到。然后这月亮，然后其实看得到星星哦。我们现在看到很亮两个，第一就最下面这一个有没有？这个是灯。哎 ，GoPro 拍不到那个灯在那个转，然后烂啊，可能八代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找一个点呢，去那个。没有狗狗哎。真的吗？会动吗？会动哦哦哦。哎，那真的会不会你说的？有灯塔，你看我。啊！哎呀，转了，会转吗？自己转的。有，灯塔它就是在照亮说渔船那个啦。好，这我们找一个不会湿湿的地方，还有椅子。对，前面有一个黑黑的东东。对，那个看起来可以坐。好，那我们就去。可是这个草好恶哦，我们要沿着这个照了。湿湿，而且现在有打雷。那天下雨，干的吗？那个是湿的，可是上面是干的。那我们要直接想办法。还是这边？好、啊。那边有东西啊，那边有一个柱。好，去看一下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开直播在线人数很多，我看这种直播的在线人数都很多。可是我们穿拖鞋跑也跑不动，所以我们只能。我们可以拖鞋。你知道在说什么直播啦？我看一下。荷兰啊，这可以拍，这可以照，这可以照。好，你看，讲讲鹅卵鼻。好，各位不要说我影片里头那个会反光，因为那个是一个反光片。对啊，啊，你要录啊？可以。啊，照一下。哦。现在时间看一下，11:38。而且整个鹅卵比上面只有两个人，就是我，然后跟灯塔，还有月亮、星星哦，闪电，应该有拍到，应该有拍到闪电的吧？等等，我们看可不可以补一下那个闪电的话。对啊，超暗，只有两个人哦，重点还有一只狗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个是小湾，所以有小湾就有大湾。龟雕给阿罗，然后正宗的那一间，看整个大爆满，所以然后不过不要给也评价了4.3颗，欺骗经济的趋势，然后变相涨。我点了一个巧克力加那个，你点什么口味？葡萄。这一件冰的叫做沃土印。阿卡特加，来油脂。这是幸运蜘蛛，这是勇气蜘蛛。这个是给谁的？阿嘎。海角七号，阿嘎引导，好不好玩？香香，耶、yeah, ！生日快乐，耶、YouTube 也是啊，记得要按这个，按赞，订阅，小铃铛，开小铃铛，还有这个 Facebook 应该是个人的，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来得很自由，我们记得订阅追踪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对了，最后还有我的生日礼物，酱酱在阿甘引导买的，感谢约翰，要记得可以追踪他哦。